你以为你好了？你好个屁！兄弟们，我是小主席啊。现在不会还有人没感染的吧？啊？那我敬你是条汉子啊哈！第一批感染的应该好的都差不多了吧？我也一个多礼拜了啊，先是不发烧，不难受，也不怎么咳嗽了。咱心说，我是不是好了呢？妄想！就尤其是这个时候，你更应该保护好自己。哎，别着凉，别嘚瑟啊！那口罩还得捂严实了，要不然就啪一下就复阳了。我跟你讲，啪嚓一下子。啪嚓一下就复阳了。咱说网上有些人说呢，这个就是大号感冒，挺一挺，纯属放屁。现在很多重症不是很乐观的，兄弟们，尤其是一些年纪大的有基础病的朋友们，那顶得过高烧，他也顶不过胸闷呐。啊，咱说胸闷气短是真拿捏你呀。这时候你认识谁你也不好使，哎，你就是咔咔你胸闷，你咔咔你气短，你谁你也不行。这尤其是像我这样，他妈有痰咳不出来不会，糟糕透了。谁成想不会咳痰，还算是吃亏的项目了哈？你上哪说理去哈？我就是这口老痰。差点儿给我干过去呀，兄弟们！咱说人家会咳痰的，咳咔呸，他就吐出去了。我这咳咔咳咔咳咳咔，他出不去呀、啊，他就搁这捂着捂着，他出不来。这堵的，我跟你讲，那是真难受啊！他不是喝多了那种上不来气儿，他是进不去，他出不来。哎呦，我的妈呀！你咳两下吧，还迷糊了，缺氧了，很明显，这气就短了，是就不行了，那就不行了，那两眼发直，那脑袋嗡嗡的，那是纯纯的窒息感。得亏得亏，你兄弟我有个这玩意儿啊，平时啊我有点小小的哮喘，关键时刻。没有这玩意儿，我就过去了，我就吧，啊，我堂堂200多斤大胖子，我这啊，我经过那么多大风大浪，我差点折这儿，我这是，哎呀，我的妈呀，多吓人呐，兄弟们，多吓人呐，这哪是感冒啊，啊？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觉得我得过了完事儿了，这不就这点感觉吗？发点小烧，咳嗽几天，迷得糊的，好了，可不是那么回事儿啊，兄弟们，这塞不济，这叫疫情啊，兄弟们。行了，今天就简单这么聊两句吧，就想说啥呢？这玩意儿是疫情啊，一定要保护好自己。那小口罩你该戴还得戴。别以为他不起眼儿啊啊！该保护保护，好吃好喝。但是咱说小饮料，你该喝你还得喝。哎呀妈呀！再见。